哎，我天天进小姐姐队伍，我就是不谈恋爱，我就是玩。姑娘们，我回头这一幕帅吗？不帅，不帅。哎呦，我看看，我说我帅，有毛病吗？为什么踢我？哪里帅了？我换身衣服行吗？别踢我了。不行，告辞。别呀，你忍心下脚吗？我这么可爱，你这么美丽，你再跟我比衣服吗？我没比衣服，他不找个帅点的吗？你们不是得控颜值这一块吗？你再跟我比衣服吗？踢了，我就不信了。哎，缘分啊，三次了，你们不尊重我，你们得尊重缘分吧？没缘分。忍不住了，急了，我渴死你们！哎，四次了，姐妹，四次了！我的你怎么样？四次了，我不想再承受第五次伤害。那就有电。我妈说，保持微笑。这几个人挺狠的，进，再踢我一次试试。你别笑。我妈说过，这点痛算什么？踢了进。兄弟吗？有。这个我能理解，他可能嫌我段位太高了，兄弟，我能理解啊，能理解。没事，别踢我，没事，能打，没事，我能陪你俩。是我俩不配。我配，你配。不要说配不配，我能陪伴你们两个。我跟你们两个讲，我能够给予你们的唯一的就是陪伴。那我开了。快乐星球，怎么是快乐星球？我在这儿就是快乐星球。二号怎么不说话了？他不说他挺狠的吗？二号怎么不说话了？二号，他不说他挺狠的吗？现在不说话了。人狠话不多，你得记住这句话。所以现在他不说话。那这把说我是可以躺机了吗？哎，我回来了，挺狠回来了。咋的？上那个太空船呀？跳早了，哎，上不去。谁跳的？谁跳的？这什么得飞上边去？为什么？好像够呛。我不知道这玩意儿。哎，我操！姑娘，你干啥坑我呢？你闪跳的，我闪的，我怎么没有闪？哎呦，哎呦，我操！你给我吓的我。咋的？你们整个车，我们抢点空投啥的。空投里面有一把新武器，老猛了。啊，就是什么 M。什么玩意儿 ？MG3。那是什么玩意儿啊？MG3 滚！能不能说真话？我问你，小姐姐，大菠萝猛不猛？猛。762的子弹猛不猛？猛啊！大盘机压枪猛不猛？猛。当一把枪结合了大盘机的无后座，再结合7.62的威力，再结合大菠萝的子弹数量，这个枪猛不猛？应该挺猛的。你为什么前面两个说的挺猛，后面给我来个应该呢？我这个强迫症，我听你说话不是很舒适啊。说书的。哦，我说声音为什么这么像陈大白？嘘，来贼人了，你先别打断我啊，姑娘，这个人身法非常矫健。哎呦，我在这给我秦王绕柱。哎，我看到他了。哎，谁呀？你直播呢？他吗？可是我前两天关注他的，他声音不是这样的呀。我去看一眼，等一下。哟，这是要来我直播间呀？那我必不能暴露啊！我演一下啊，先把麦闭了啊。欢迎你们来到早教频道，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是胎教的重要性。如何才能够培养一个好的胎教呢？那就是从小就要给宝宝听音乐，这样宝宝就会从小耳濡目染。你没关麦，陈大白。陈大白，你没关麦。没关麦呀？你没关麦。不好意思，我忘了，我就点开没关上是吧？我真的没，刚才点开我寻思我关上了，怎么没关上？哎呀！尴尬了，妹妹，这一下就尴尬了呀，这个。我挺爱看你臭军区的视频的。我长得帅吗？有点胖。有点壮，行吗？我这胖吗？我1.95米，160来斤，胖吗？还行吧。我感觉他连一米
65都没有。我感觉陈探，我感觉你还没有手雷变饭高呢。你从哪儿看出我没有手雷变饭？先打架啊，等会儿再跟你理论。我先上山宰了这帮小臭宝。别叫别叫别叫，别影响我发挥啊！这敌人在防区把我玩耍，我冲进战场把他们击垮打垮，其他慢跑我披上了真正的盔甲。来呀，来，还有谁？哎呀妈，还要拿平底锅拍我？这打子让人拿包不算了吧，这么肥呀！哎啊！糟了，兄弟们，我被按算了。刚才你说我不如谁高？你怎么能看出我不如他高呢？三三三高，三三三高。我1.8米，他1.65米。陈大白1.6米都没有，我感觉。哎呀！那么在这里给新的观众朋友们科普一下手榴弹饭是什么啊？她是我的好朋友啊，一个女生，就是他们愣说我没有一个女生高，我不能忍。现在敌人虎踞在蛋糕之上，我们的处境相当危险，敌人的枪法恐怖如斯，我们寸步难进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队伍里有一个叫陈大白的性感男孩，他想出了奇袭之策。我们要不要从这儿迂回过去，兄弟？我找到一个新的小路，来，小队向我集合，向我靠拢。我带你们冒把险，来，预备，跟进我列队，走。我走啊，列队干啥呀？列队就不动了。下来。哎呀。给我给他们来个出其不意，准备好了吗？我打头阵，所有兄弟姐妹们，赶我上！哎，等会儿，来，上，来，也别拿刀子了，上！八门没用的，来，还有，啊！漂亮，拿下！全死了，这奇袭。兄弟们，观众朋友们，就打谁不迷糊呀？就这敌人还以为咱们在那儿呢，往这一蹲，谁知道啊？下一秒咱们已经到他脸上了，让他们研究吧，真的，就这战术，让他们好好琢磨吧，自己没事睡不着觉，思考咋死的，全是活儿。哎，就扭，哎，手雷拌饭1.65米，然后我1.6米，我什么1.6米？你姑娘你怎么回事？实话还不想说。太耿直了，你是不是没有对象？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吧？是不是没有男朋友？你要说这话，我感觉你比他还耿直呢。我不是比他耿直，你看看他必然他是担心单身的呀，他必单身呢，就他说话这个状态，好像你不单身一样。我单身，我自豪。我单身，我自豪。等你到35岁左右，你应该就不会说这话了。哎，嘴哥，你给我教育他，你给我教育他，是不是？你给我教育他就完事了，你不用讲别的，你给我教育他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到35岁你单身的话，估计你自豪，你爸妈不会自豪。对了，姑娘，听没有？你35岁你还单身，你自豪？兄弟，我怎么感觉你这话像对我说的呢？你换一个针对他一点的话不行吗？我这话我听了我不得劲。我们是，你还小呢你。我还小，我肯定比这个女的大呀，我肯定比她大呀，兄弟，是我比她先到35啊。走吧，我们走吧。虽然太空船一役成功胜利，但是我们从这里跳下去之后却遭到了危机，一号险些丧命，我们也没有载具。在面临多重包夹之下，我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。这车只能坐俩人，你们俩咱们怎么抉择一下？你俩开着走吧，快，你俩开着走吧。快起，兄弟，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心意，你们先走，粉丝先走。大白，兄弟们，把正能量给我打在屏幕上，把宠粉给我打在屏幕上。大白有脸亮，你不用担心他。经过不懈努力，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台没有油的车，缓缓地进入了决赛圈。快找油，还有油，加去给加上，姑娘，去把油给加上。这个车加油，不对圈，去加上油。关键不对圈。哎呀妈，这圈还有40多个人。哎，他们那是火箭筒吗？他们左边那个，那火箭筒是击杀吗？火箭筒。哎，前面防区有人。火箭筒，把油加上，火箭筒，把油加上。哎呦，我气死我了。那边有个人看到没有？把他秒了，能不能？能不能啊，兄弟？能不能？你瞧不起我东北单点王呢？我弄不死他们，我。
救！咋被捕了呀？术后怎么还能被捕了？恰南把我挤出去了。恰南，你太过分了啊！我让你去救一号，你跟他抢一棵树，还把他拱出去了。右边干起来了，我去右边看一看啊！你们在这守一下。哎呀，哎呀我，哎呀妈呀，我脸还有个伏地魔！快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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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！两个，两个，两个！好汉饶命，好汉！哎哎。快来救我呀！我听不，快快！哎，漂亮！还有一个术后，还有个术后，就在我术后有一个，他在封烟，他在封烟啊！打他兄弟，左边！哎 ，nice， 有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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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闪电，有雷 ，nice，nice， 摸摸摸摸摸，漂亮！我的宝贝儿们，这平时我没白疼你们啊，关键时候真好使啊！还有人，我们是不是暴露了？主要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很尴尬，你知道吧？不行啊，这怎么办呀？下面有人。完了，我们这位置要被架死呀！今天有命吧，没办法了。哎，我们往左走，来，往左走，是我们唯一胜利的希望，兄弟们，放手一搏！超级究极无敌加长幻影迷踪步，这没招啊！老天跟我们作对啊！你看天一直离我们远。我妈说过，我们只管努力，剩下的交给天一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烟里还有一个，烟里还有一个，脸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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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扑！干死他，打药，别着急，都死了吗？都是打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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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打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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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打药！哎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下面有人，下面有人！哎，还乐呢，还乐呢，家伙！你看咱仨都躺一起了，还乐呢，还乐呢，还乐呢！这全是人，这个圈我跟你说很不友好，你知道吧？一直在跑毒。对，所以那不能怪我们不够优秀，关键这个，是不是？这马化腾跟我们作对，我们已经很棒了。马化腾的事交给我，我抓紧扇他嘴巴子啊！好了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那么今天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记得给我的视频点赞投币，制作不易，希望你们能够支持，谢谢。